让您在使用的时候呢，不会因为电线而产生限制，不用担心清洗时需要准备工具，大费周章才能拆卸。想要带到户外去乘凉也完全没有问题呢。大家好，我是 Beauty 新庄红会店的思琪，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店长私心推荐商品 Bermuda 的 Green Fan。它的造型相当的简约洗练，采用的是直流无刷马达，相当的省电而且安静。与一般风扇不同的是，它采用的是双层结构的扇叶设计，同时送出快速风与慢速风，能够让风传递最远可达到15米，风感相当的舒适，就像自然风一样。我们只要依照说明，从底盘、延长管、主机、外盖、扇叶以及最后的前盖拆卸，也能够依照相反的顺序，所以不用担心清洗时需要准备工具，大费周章才能拆卸。日系的设计家电通常会在细节上设计一些小巧思，像是在摆动的角度可以达到150度，而且可以设定范围，例如像这样把风扇转向这一边的记录点，再转向另外一侧，这样一来风扇只会在这两个记录点之间来回的摆动，是不是非常的实用呢？ The Green Fan 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可以充电后使用，可以让您安装另外购买的原厂电池，让您在使用的时候呢，不会因为电线而产生限制，想要带到户外去乘凉也完全没有问题呢。那以上就是我们 Beauty 新庄红会门市所带来的店长私心推荐商品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追踪我们哦。那我们下个月再见喽。